你到处说我有两手准备的吗？但还真被你猜对了。好像我们就那么多，不中就没了。想让我让资源，不可能。那我们之前做的都是无用功啊，那你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做这个 app 呀。 解决事情的方法有很多，既然我能做出更好的，你们也能利用这个项目梳理流程，增加经验，就没必要浪费时间。等到张小贝发现自己被我耍了，绝对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。嗯，你不是不在乎我们的死活吗？我当然不担心。 但你太烦人了，又爱多管闲事，又爱自作多情。你影响我。我什么时候影响你了？朱云，这件事情我只解释一次。你以后要是再闹脾气，我。 我可不会。